要没电了。然后去扫个充电宝。你这腿是不是伸直？提前了多少时间？什么？
四，你配种，再外开一点，三。
是你的号码还是不是？福袋，好，快拿了垫子，快进来！好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，没有了吗？有几个没有？没用完吗？他们？没事，那分两组就好了。来，先落好，然后这个长条垫先别管，就把那个折叠垫放到把杆前面，快！好像可以这样推一下试试，确定吗？好，三床是不是有点矮啊？点关注的麻烦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直播间的这些小朋友们是高级班的小朋友。对嘛，干嘛呢？一点意识都没有。好，起，来，左手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拎胯。
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小朋友上课的时候的艰辛。李秋阳还退多了吧？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下那个小红心，给我们点点赞。好，你双手扶板过来呀，我看不下去了。让我们的小仙女们让更多人看见。八四一换瞬间抓七，快点，六五四退走。Thank you.
是高级班的老师和学生们，所以说就是素质各方面啊，就是基本教学素质啊，还有咱们的基本功素质啊，都会很好。 OK， 好，齐来，快人没上的三颗香来抓。谢谢谢谢化妆师阿杜的鲜花，祝你520快乐。可以的呀，可以的呀。新进来的朋友，如果可以点关注，帮小仙女们点一下关注，点点赞哦。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谢谢。
上把踢爆一下，自己踢翻一点，不要老在地上闲着。谢谢谢谢教育专家学者关注，谢谢。进来的朋友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哦。谢谢各位朋友。谢谢谢谢朋友的关注，谢谢点赞。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点赞，我会小心你们点点赞，加加油。谢谢小一的关注，可以点赞了，帮忙点一下赞哦，谢谢。高级班的话，像做技巧这些的话，都会比较相对于来说比较轻松一些，就不会有那么的困难。因为我们是一级一级的考核上来才可以上高级班啊。朝宽，放镜子前面去做好。
点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。现在上课的是我们宇宙艺术培训学校的校长彭玉。这些小朋友的话都是高级班的小朋友。谢谢点赞。谢谢无理取闹的关注。